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，中国在改革开放浪潮推动下，城市经济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。城市发展日新月异，高层建筑拔地而起。在高层建筑迅速发展的背后，金融人看到了全国城市化浪潮的到来，也看到了升降机行业潜藏的巨大商机。这种独特的战略智慧，是金融人在公司成立伊始就注重品牌建设，注重企业的长远发展。广州金融机械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高速成长的机械制造类民营企业，是全国专业生产建筑施工升降机的重要厂家。自1996年成立以来，金融人一直专注于建筑施工升降机行业。专注、专业、创新的经营理念，让广州金融机械工程公司得到了飞速发展。从租赁厂房到自建100亩现代化厂房，从十几个人的小作坊到现在拥有4个分公司、1200多员工的现代企业集团，从简单的升降机制造到世界顶级高楼升降机的研究开发，金融人只用了短短10年时间。现在金融公司已发展成为年生产施工升降机1500台、产值6亿、出口创汇5000万美元的创新型民营企业，产品应用于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重点项目工程，如卡塔尔的多哈塔、俄罗斯联邦大厦、广州电视塔、珠江新城西塔等。创建中国人自己的升降机品牌，一直是金融人的一个梦想。在96年成立时，就向有关部门注册了 GJJ 商标，到现在已形成了3个 GJJ 品牌的系列商标。GJJ 品牌也被评为广州市著名商标和广东省著名商标。产品质量是生命，技术创新是动力，优质的售后服务是保障的品牌运作思路，得到了广大用户和代理商的广泛认同。GJJ 品牌也因此在中国升降机行业脱颖而出，先后在上海、天津、武汉、海南等全国31个大中城市设立了 GJJ 品牌办事处，建立了西安金融、长沙金融、北京金融专门服务国内市场的品牌辐射网。为了让 GJJ 这个民族品牌走向世界，金融人先后参加了数十次全球性的工程机械博览会，如上海宝马机械展、法国工程机械展、德国慕尼黑工程机械展、莫斯科工程机械博览会等。通过参加这些有影响的展会，不但把 GJJ 产品卖到了国外，而且把 GJJ 品牌文化融入了世界，走上了国际化道路，为金融人实现做大做强 GJJ 品牌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。通过大力实施走出去的品牌战略，JIASHAN品牌施工升降机凭着过硬的产品质量和技术创新能力，在海外市场得到了迅速扩张，先后出口美国、加拿大、阿联酋、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。到2006年，JIASHAN品牌施工升降机产量雄居全球第一位。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，坚持自主创新，以技术创新带动产品创新，一直是金融人追求的创新理念。金融的发展史也是金融人的一部气势恢宏的创新史。金融人在创业之初就贯穿着积极的创新思想。1996年，在花都成立广州金融时，就开始改变了传统的笼内传动方式，大胆地采用笼顶驱动。1997年6月，金融人开发了 SC200-200TD 吊笼3.2×1.5米，载重量为2000公斤，受到很多客户的赞同。1998年4月，金融人开发了 SCD200-200G 调频高速施工升降机，
1999年10月，开发了 SCD200-200GZ 中速施工升降机、电动装修吊篮等新产品。2000年7月，开发了超载装置，使升降机使用更加安全。6月还开发了带驾驶室的升降机等新产品。2001年7月，开发了 SCQ200-200TD 倾斜式施工升降机，被成功用于200米高的润阳长江大桥、武汉天津州大桥、越南大桥等工程。2002年2月，开发了呼叫系统，使升降机使用更加方便。2003年3月，开发了 SC80 工业小电梯、 SC120TD 曲线施工升降机，成功用于北京国家电力研究所、湖北蒲圻发电厂、云南小龙潭火电厂、韶关怀化电厂等工程。2004年8月份，开发了 SC200GZ 调频施工升降机，不带对重，在国内第一个实现了载重量2000公斤。2005年4月，开发了符合欧洲标准的方管标准节 SC230-9D 施工升降平台，用于三峡的 SCQ50 小曲线梯。2006年，开发了系列塔式起重机。2007年4月，开发了 SC200-200GDN 低成本高效率升降机、 SC200-200GN 调频施工升降机，载重量2000公斤，不带对重。随后又开发了 SC110GN 调频施工升降机，不带对重，国内第一个实现了载重量1100公斤，运行速度每分钟96米。9月开发了 SC250 货用升降机、地下工程用升降机、组合式吊笼以及自动润滑系统、触摸屏技术、 GPRS 远程无线监控系统、自动平层系统等一系列先进控制技术。为了将 JJJ 打造成世界一流的施工升降机品牌，京龙人一直漫步在自主创新的历史征途中，以放眼全球的战略目光，紧跟世界升降机技术发展的脉搏，不断研究国际国内先进升降机技术。京龙公司先后引进了钢材预处理设备、数控加工中心、机械手焊接设备、钢结构喷漆流水线等先进的现代化生产线，同时还积极参与国内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技术合作，大量培养和吸纳高科技人才，为京龙公司的技术创新、产品创新、提升 JJJ 品牌核心竞争力提供了坚实的后盾。目前 JJJ 品牌形成了普通升降机、调频中高速升降机、塔式起重机、货用升降机、特殊升降机、施工升降机平台、吊篮等十多种品牌系列、100余个品种的工程机械平台。据统计，在京龙平均每个月有3款产品、10多项新工艺、新技术诞生，到现在已获得2项发明专利和10多项实用新型专利。京龙人坚持建立持续改进的质量管理体系，满足顾客需求，提高公司绩效的质量管理目标，努力整合公司内部资源，完善内部管理系统，以规模化、现代化、集团化的优势去开疆拓土，引领世界施工升降机市场，让 JJJ 品牌真正成为世界第一升降机品牌。